鹅颈水龙头定期清洁方式。你知道为了确保滤水品质，每三个月鹅颈水龙头需要定期清洗吗？让我们看看如何清洁。将15毫升加用无香味漂白水倒入1公升的空瓶，再将瓶子加满温水，摇晃使其充分混合。首先握住鹅颈水龙头主体及喷嘴，从底座中拔起，并将其水瓶放入容器中。鹅颈水龙头完全进入漂白水中浸泡约1个小时，建议可戴手套，每15至20分钟将浸泡中的鹅颈拿起，上下移动几次后再放回，达到更好的清洁效果。等待的同时，使用软质海绵刷轻轻深入底座内放置喷嘴的位置，慢慢旋转向下至底部，上下来回擦拭。鹅颈水龙头主体管内可用细钢刷做深度清洁。注意哦，千万不要使用菜瓜布、塑胶刷、鬃毛刷等容易造成刮伤的工具。将浸泡完毕的喷嘴自容器中取出，再用清水冲洗干净，可视脏污状况重复以上步骤进行清洁。握住鹅颈水龙头底座，并将喷嘴装回底座。打开水龙头，放流60秒后即可正常使用。太棒了，变干净了。